看看新闻网。毒海无边回头是岸，但偏偏有人不信。贾斯汀·比伯最近也因为毒品惹祸上身。上个月月底，比伯因为涉嫌酒驾、吸食大麻和超速驾驶被请进了警察局。谁知小天王拍完囚犯照交了2500美金后就大摇大摆出来了。没过几天他又爆出不雅照。这一连串的过分举动让美国的反小贾浪潮日渐高涨。25万人在白宫网站请愿，要求政府收回比伯的绿卡，遣返加拿大。新闻在线综合报道。